其实我一直都在想和师兄一起去僻静乡野，退隐山林。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不知道能走多远，但现下我只有你，你只有我了。能像现在这样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一起走吧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，为何秦王一定要缉拿我？这毒性已经进入了经脉，若无解药，怕金少侠活不过七。民女公孙立参见大王。把头抬起来。怎么是你？现在你应该明白，寡人不会要你的命，寡人要的是你。好，那你给我解药，三个月待他身体复原，我便立马进宫。立即转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未来综合台。